我们不会连绝对是秒秒秒嘟嘟噜。老婆是什么？谁是你老婆？我要切画面了。好久没干嘟嘟嘟嘟的猪了，好久没干嘟嘟的猪。嘟嘟说要秒杀他，干，真的是没办法秒杀、欸，真没办法秒杀。老皮一年赚1000多万呢、欸，他哪看得上我？对不对？一千万我要赚几辈子啊？是不是？其实我有写信给他，他不理我。你们谁跟他比较熟，帮我约一下。他应该是不会鸟我，赚1000多万的，怎么会鸟我那个小咖呢？对不对？没有找到动物哎、欸，可能要马可能要提早回来。没有找到动物啊。有找到。打长弓，你先把你要让我虐他、啊，我的弓兵很强哦，弓兵很强，实力送头。我操！一只马换一只，谢谢你啊，燕白。一只马换一只羊，值得吗？老皮也蛮多的、啊，老皮也蛮多的。统神应该还比较多吧，统神还接着代言，有的没的。还目前少两只猪，四只羊，统计一下，少两只猪。还少两只猪，目前找到羊了，还少两只猪。靠腰嘞，我的猪嘞，在这哈，还少一只猪啊，还少一只猪啊。他这是很有机会哈。还少一只猪啊！操，猪找到，猪找到了。好了，没什么差别了，现在。每一枪一定有500万吧，是不是？嘟嘟刚刚呛我说没有秒杀他，好秋啊，嘟嘟鲁，好秋啊！打药有个好处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不会被队友骂，哼，不会被队友骂，队友都很凶。
走，还是打黑块，还是打黑块。我其实最终目标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玩什么游戏，你们看什么，不会因为说你们是来看 CD 国而来的，这样子跟着观众跟着你，而不是跟着这个游戏，你才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才是比较最终的目标啊。走，我CSGO以前还蛮强的，以前有一阵子还蛮强的，现在不知道，我感觉这个小狒狒，又打马，他又打马，他又打马。又送一只马，这段很爱打马，三只民兵换一只村民，值得啦，值得啦，值得啦。查理维死了吗？感觉现在这场又没办法秒杀他了，又要被他嘴了，又没办法秒杀他了。慢走不送啊，慢走不送。
嘟嘟要狙狙了，嘟嘟要狙狙了，他打不赢我的工兵，你知道吗？他打不赢我的工兵啊！ 狙了哈，狙了，嘟嘟好像打不太赢我的工兵呢，怎么办啊？